我的朋友，我是战神瑞翠。今天我来做一个挑战，就是大胃王比赛啦。当然啦，我不可能一个人嘛，所以我请了我的朋友的朋友来上镜啦。还是害羞的一些个。等一下，我回去帮你打麻将，要不要？打马赛克，OK 啊，看你啊，你不打也没关系，打了也没关系。一开始我觉得要打是因为我不认识你嘛，是哦，就觉得尴尬，现在认识啊。然后我不能让他暴露他的名字啦，说请尊重一下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挑战 ，Go。因为我在挑战，就是看我们两个人吃到完这个面，不用紧啊，我们吃到完就是哦，吃不完没关系，说不管，我们开始。吃惯了比较没有这样辣了，那就是我的气色。我弃权了。啊，饱了，饱了。你现在还可以再吃，我再吃多一碗呢。OK。不好意思，不自量力的战神。跑去找谁呀？我吃第二碗。不辣，哦，战神回来了，耶、太顶了哈，不自量力而为啊。OK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挑战吃麻辣跟重二的混在一起。我们可以做得到没有三波，真的。刚刚那一天，我发现到那天没有电了，只好我这样子自己弄我的感应时间了，没有办法，真的太懒了。我真的好几天没有吃那个韩国拉面了，真的。本来想吃完了，结果不自量力，尤其是我那位朋友，我录给你们听他的声音。其实不辣，听到没有？他讲其实不辣啊，他应该是有练过了。他跟我讲是他吃了那个橙二，再加上那个麻辣，他就是没有，真的训练。不过真的不要吃的太饱了，不然会饱死。太肥了，我是很怕肥的，因为我要变瘦。你看我真的肥了哎，真的。好了，影片差不多到位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观众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。如果是看到订阅的话，你也按下去。黄思颖这四个button都会咬你。如果他来咬你，找我，我来驯服。很好，讲笑罢了，开玩笑罢了啦，不要认真。好了，等待我们新 video 吧，拜拜。